好吃吗？好嘞。萝卜吃，你自个儿吃吧。萝卜吃，你吃吧。不用客气啊。好好。一会儿领我小姨子去买两件衣服去，因为我跑路那段时间全靠她陪着她姨的伺候养三狗。整两件啊。这家伙不行了，又来一个白的，真肥呀、啊、这个白的。在这底下还有一个，我去，然后这留着煤气罐先去这个理发店你整个发型，然后回来我们再去逛商场啊。Because hair is Lahore. It's a very expensive Lahore. Yes. Hair is a big city. Yes. Yes. 好了，我也够啊。We go today is important multi. 啊，提给你。啊。刚才不是去扭头发，刚才去洁面去了。其实他们本地人这个叫什么？汗毛比较重嘛，其实脸上就各种小细毛比较重。刚才洁面去了，告诉他俩人花了2000卢比，嫌太贵了。2000卢比还贵，这一天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去买衣服了啊。昨天我看发那个视频，我看有人说小姨子长得丑，他主要是瑕在边上做参照物呢。那没有瑕做参照呢，你我边上放一个黑不溜秋的妇女，你看我小姨子好不好看，是不是？这个给我吧。简单简单。哎呀！说我小姨子胖，那个思想状态就有问题。你说花同样的钱结婚娶媳妇儿，你不挑个大个的，挑个大的？嫌胖了，这一天，对吧，杨大哥？走吧，我们去商场买衣服。看，多高兴，这蹦的。这个商场也有家乐福呀，这不是我们之前去那个。这家乐福在巴基斯坦可以，要先过来逛个超市，再去买衣服。还是这个商场的人多呀，我去啊！我们之前去那个大商场，不知道为什么人没有这儿多，因为那儿贵啊。着实不错呀，天津啊，是不挺好的这个商场 ？OK， 我发现问题所在了，这个超市全是穿大黑袍子，各种当地袍子的。我们之前去那个。商场这大黑袍子很少啊、哦、明白了，这大老娘们点个东西都点不明白啊，你说这点这一堆冰淇淋，我是服的，我来吧，不能动手啊，对，行了啊，那边你们怎么来呀，这不愧是节点啊，这又在那儿唱古兰经啊，没戴头巾，脑袋上要顶个东西、啊。杨大嫂，你怎么不顶啊，杨大嫂？不、哦、好看了。哦，他家这个衣服真便宜，他家真便宜，怨不得是这边人多呀。他说他想买这件穿，这什么眼光啊？这不村姑吗？什么这 no TK 呀、啊？那我比我的好。我说给小姨子挑一身比较好看的衣服，她就相中中间这个蓝的了。这啥呀？哎呦我的妈呀！这是他们当地的服饰啊，就是一块布，咱也不知道她怎么能弄身上。相中这件大袍子还没有码，你说？来啊，看镜头，杨哥。别铁了，你看他手里搭这条裤子，我的妈呀，他来看这个，这个眼光太好了，这眼光太村了，太村了 no TK， 这个一身大花衣服你们知道多少钱天天吗？8000多卢比啊，我的个妈，8000卢比买这么个
服了，买了一件大花衣服，其他的入不了他的法眼了。说我们回家，那我们就回家吧。就这巴基斯坦商场买东西啊，不是很好买呀、啊，铁铁们，不是很好买，全是这么些破玩意。好了，我们打道回府了，走了，三狗回家，回家收拾你，伺候你。拉赫尔这两天一直在下这个大雾呀。气温倒是挺合适，现在不冷不热，我们准备回家了。